在这里等我，我去前面看看。嗯，我在这里等你。顺着这条路上去看看吧。正好可以借助这个，让茉莉上来。
很大，在雪中青衣会回归原本的宿命。宿命尽头，一切归于虚无，比如爱，比如他的生命。赤毒丹之力已经解禁，趁我丧失神智前一口气打倒无命吧。心髓，剑随心已动，以入魔之剑斩青衣，是我夙愿。入魔的无命竟能挡下我的所有招式，此战不能。
这才是青衣。嗯，啊！继续去屠戮吧，这是你的宿命和本性。人性泯灭后，就是魔度众生。怎么会？是你？那个雨夜，你闯入我的家，我父亲死在你剑下。青衣现在的样子好可怕，先逃跑吧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记得作为人的青衣。他带我跋涉千里，这趟旅途我从未后悔。青衣，你无名希望创造震撼天下的青衣，但我只想当一个人。看，冰山雪莲，我们找到我的一生中怎么会遇见你，是你让我远离黑色梦境，所有一切都是因为你，从此难忘记。我的心早已经完全被你占据，众叛亲离，也比不上你留下的泪滴。曾疯的记忆，总被你唤醒。无尽黑暗，让我忘了你。就让沉默暂停，我不会离去。
冰山雪莲就